恩雨已经到了，恩雨已经到了 ，check it out。你会演的，不会演的。笑，我刚才这样喊是不是很大声？会大声吗？比上一集的影片大声是不是？上一集，我上一集影片你有看吗？你上一集那个我在中国能看吗？他不是有陪你另外一次？你开那个影片给他看。啊！我看了。Thank you. You should go. We're gonna make some.没有看过我这集影片啊，哇，很多我的影片阿伯都没有看的，那也没有，哎呦我在那里吃，我都不找了，你不讲你跟他们讲。喂，他们留言什么？他们最后的原因是他不够大声，是吗？ OK， 还有有一个人讲你等到恩宇走到你面前才喊，很假的，很假。还有一个还没有看完，还没有看完。既然有人这样留言 ，OK， 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是要恶整恩宇。有好几个礼拜呢都没有恶整他，所以今天呢，他又从外播中国上海回来，所以我跟阿伯一起。所以等一下你敢喊吗？我不敢，我帮你拿 camera。我讲我这个假期不算是没有做东西，也有帮忙做一个桌子。你们看一下那个影片，让他做那个桌子。看完那个影片呢，我们就饿着你。OK。画面转回来，那个影片你们觉得好看吗？应该不是很好看，因为有拍没有拍一样，拍一点拍一点一样。那个结尾没有拍到，是因为过后出了一点问题，然后那个桌子木板上面那个也是。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就完成不下去那个作品。不错啦，其实还是好看的，好过我之前的假期，什么都没有做，就是王者荣耀。现在是什么？吃鸡，吃鸡。没有，我现在是两个，因为啊，你 YouTube 的频道怎样？有了啦，慢慢有影片了啦，至少有了嘛，对不对？OK， 现在呢已经到了机场，然后我就。听你们讲的，喊大大声，远远就喊他。后来，怎么没有人呢？奇怪了喂。OK， 博呀，你讲啊。啊，远远我就喊大大声啊！你一边拍我，我一边看我的车有没有中三班，我跟你讲。这样会中吗？我不知道啦，哪里那个警察突然间出来了。OK， 好，喂，过来了。我用这台相机从后面拍他，然后呢，阿伯你就拿这台相机 ，OK， 这一边他会走出来 ，OK， 他走出来的时候，一般我在后面那边大大声喊他的名字，我用这台相机拍 ，OK，OK，、okay? okay. 所以成不成功，我们看一下啦，敬请期待 ，Let's go。时间差不多了 ，Let's go， 要预备了。喂，帮我拿 camera， 你喊吗？还是我喊？你。那 camera。我跟你讲过，我很难给你 prank 到。博呀，你要不要过来帮我一下？来陪我一下，快点。要 prank 我哈？没有 prank 你，跟我们的保镖们呢 update 一下，我们这个只是单方面聊天呢。没有啦，因为之前我们还有去恶整恩宇嘛，但是就是恶整不成功。所以有什么话要讲关于那一天我们恶整恩宇的不成功？
就是第一个讲大声一点啊，不然放前面 这边了，放这边。我跟弟弟拍那个 video 的时候啦，小顾已经在里面的时候就看到弟弟在外面了。不要讲这个过程，因为他们已经看了嘛，现在我已经看进去了，你现在讲你的感觉。所以就变成过后啊，弟弟喊的时候，不是，虽然我感觉很像很少人看，但是我个人感觉还是很尴尬，尴尬。我真的是喊比之前的大声，对不对？是 OK 好了，那个影片我觉得要二整人啊，真的是要好好的计划，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哎呀，气死人啦！怎么你会知道我在那边躲着？我看到我讲，我一出来就看到你在那边啊，我就讲不到的。哎，失败。这次有想到，但还很大声。那个也是没有想到，那个不放，只是生气而已。转个画面。